很紧张。Hello， 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是 Q&A 时间，期待已久，耶！一颗订阅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发问吧，交给你了。不要。啊！直接结束，拜。第一题，想看更多的 vlog。vlog 是没有问题，如果有出去玩的话。哎，那个我们台南一台刚拍好，热腾腾。就很久了。很久，不是，是我们拍的时候很久，但是刚上。好，下一题。几点家里空空荡荡？空空荡荡。几点的话，家里就会空荡荡的，会不会很冰冷呢？不会啊，看是 Elsa。啊，只有她是女生，就是看你跟谁在一起。她也许要男生气就不会比。她应该是问我们吧。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空荡哎。可是自从有人搬进来之后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我。你一直都在这，不会逼的啦，比较舒服。为什么？干净。没有悬念的感觉。那个悬疑小说。可以在房间里面很自然的发呆。比较自在。嗯。你觉得东西少比较自在吗？嗯，虽然。不会啦，没有多。泰迪，如何克制购物的欲望呢？就是当你想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选一个最好的那一个，然后你就发现你没有钱，就不会想买了。哇！或是你买了之后你就没钱了。他讲得很好，没错，我就是建议你直接买最贵的那一个，买下去之后买最好的，而且你都会只买一个，就不会买一样，你就不会再去看其他的东西。哇！你去哪里偷学的啊？最重点就是因为你没钱了。那你最近有这样吗？就选你最喜欢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就下次买新的时候就要记得把它丢掉，或是买掉。啊、哦，买掉很麻烦。很麻烦的话，你才会想说，我现在买的时候要很谨慎。就是没有关系，丢掉就好了。这个结论不是可以送给需要的人。二手拍真的很麻烦，因为问题一堆。如果有像 Apple Trade In 那种，就是他直接把你旧的衣服收回去，然后不会跟你废话一堆就好。下一题。只用清水洗脸不会很油吗？洗得干净吗？哎、欸，我们拍记录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？实测。可是你看起来还是有。你说影片里面哦、喔？对啊，它无时无刻看起来都有。它只是比较有水分，它比较嫩，它比较水嫩而已。什么意思？不会啊，不会很油，很油，就是你脸太干，它的皮肤想要分泌，我理解。如果你一直用清洁比较强，然后它就越洗越干。我现在都不太会油哎、欸，不会突然大爆油，就是维持一个很平衡的状态。我也是啊。他已经洗头也是用清水洗。哎、欸，你要说这魅力啊？啊哦，对不起，他自己要拍影片讲。是我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头很臭。你头没有臭啊？我有，你跟我讲，我很懒得用洗发精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我在你旁边，你都没有问我会不会觉得臭。好，知道了，这是真的不会臭啦，没有什么味道，而且觉得比较蓬松嘛。有吧？有一个观众有分享他的经验，然后他说他用清水洗头之后，然后隔一阵子就很蓬松，跟他用的润发乳之类的差不多。下一题。可以分享如何泡好喝鲜奶茶吗？欢迎加入奶茶研究社区。欢迎加入奶茶教，我就是奶茶传教士。好，直接改频道名。没有啦，下次我拍一个小短片教一下。我知道、哦，就是把那个水煮开，再买冰一点的水。好，谢谢。我再把咪放桌上。下次直接擦掉。那是那没有啦，我天天几岁呀、啊？刚过完生日，忘记了。你忘记年纪？对啊。忘记自己几岁？就是你过完一个岁数，可能出社会之后，你就大概忘记。忘记今年到底第几年？我自己忘记。复习吗？好啊，来啊。53。屁呀、啊！几岁啊？好啦，33岁啊。你的身高体重？身高168，体重59-60左右。本来的工作是小米。他不是叫我男神吗？你没有说男神。本来的工作，他本来的工作是公共工程师，其实跟整理师很像，就是规划生产线。整理师是帮人家整理家里，然后规划那个动线，然后公共工程师就是去产线。设计一样重新规划，然后让它比较顺畅。可是你不是还会整合分析更多哎、欸？涉猎很广，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里面规划的工程师。好，下一题。所以你觉得拍屏幕写着，就是不穿衣服？不是吧？他有注明吗？没有。
那应该不是吧？怎样你想拍哦？没有。可以，都可以拍。你要不穿衣服的也可以。真的？吧。真的不是喜欢男生吗？真的不是。这个问题问几遍了？到底哪里像？哪一个部分？就是脸啊。你是个黑水男生，水男孩。水男孩。水杂波，你觉得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自己看那么久。是你这个身高就很适合当。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。就是你有 gay 气质啊，可是我觉得跟你认识之后就比较不会觉得像，就是不没有那么熟。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熟了。你是那种斯文型的 gay？ 我就不是啊，斯文。说你是 gay 的意思不是什么包邮饼，就是觉得你很有气质。谢谢你，知道了。请问天天的旅游也是极简主义者吗？你是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只买了三只猫。没有，我没有买。哦，不要看了。但是我东西也没有很多，我觉得我只是懒得买东西。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焦虑、很烦躁，就会一直觉得好想要得到那些东西。哦，想要购物的欲望。他的东西是很不多，我进来的时候拿一个皮箱就进来，讲好像他闯进来一样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的化妆品跟保养品没有很多，也没有保养品，因为没有在保养。你现在不用保养，你现在清水洗脸。脸吧，很多人说我们两个很脏很像，这是有那个什么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讲。可是你有鱼尾纹哎，我没有。等你33岁，你再看你有没有。33岁，我们身高一样，然后鞋子大概手也一样。讲的是外观的部分，内在就是有时候都小笑，是笑笑子。他喝酒醉的时候会跳小鸡哔哔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哦，有录影啊。不相同，就是你比较理性，我有理性的时候，但是比较情绪化，像孩子一样，这是一首歌，像个孩子一样，他比较逻辑，无时无刻都是逻辑的状态，你就是我理工哥、啊，就是理工臭直男，跟女友怎么认识的？他最喜欢讲的故事，给他讲，来。让你跟千万观众讲，反正就是我们在网上认识，这是长辈版，一般版就是我们在一个社交软体，柴犬推荐，那个是一个 app， 讲好我的业配，就是你可以互相评分，他给我满分哦，一开始看到是模糊的照片，你不是，他有氪金，我没有，是见面时候连他的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一开始只会看到对方是某某的照片，然后看到他的自我介绍、喜好、兴趣，就是让你们能够比较容易话。他就会帮你交叉配对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对方的兴趣是什么，然后用兴趣去聊天，比较好聊，我觉得。而且比较好筛选。那比如说，有的人不喜欢，不喜欢香菜。假如说我写我身高，然后有的男生就是不喜欢挑人。全部的交友软体都有这个功能，反正就是我们常会认识。然后我们认识一个礼拜就在一起。这样讲很快。那时候很冷，那时候寒流来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学校宿舍。我忘了大家开玩笑还在炫耀哎、欸，就是说哦，我这里很温暖，又不用暖气。我只跟他说这边很温暖这样子，然后有那反正就是我们去吃饭啊。他就跑来我学校找，下班马上冲过来。下一题。下一题。好，我想听米奇 Big Skin 摔车的故事。这应该是大学同学的留言嘛？只有大学的时候，反正就是一个单速车啦。那时候刚买，然后一次还第二次骑，然后要出去，然后就牵着车牵到那个宿舍楼下，外面是一个大庭院，然后就会砍接到马路上。那我就直接在那平台上面，然后上车，然后就往前骑。突然左边有一个女生这样走过来，然后感觉蛮漂亮的，然后就看一眼，刚好跨过那个坎，然后就这样啪，然后就摔车了。我知道，而且那很远哦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正不正。为什么？我没怎样。但你这样很不 OK 哎、欸。为什么不 OK？ 你有女朋友哎、欸。我那时候哪女朋友？不管了、啊，就是不 OK 啊，就是上天给你的惩罚。反正就是这样。车轮就这样往下，然后卡到就是马路跟坎的中间，轮就这样卡进去，人就飞出去，然后车子停在原地，然后人就这样呼往前，然后翻滚。没有啊，之后就哦 shit， 然后就飞出去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反应，好不好？还好那是那个巷子，没有什么车。那个女生有吓到，她有来扶你吗？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。因为她觉得你那时候帅，没有啦，你是帅的。哪里？想我吗？啊？想我吗？你这样讲好可怕。好，想。等你之后再跟我讲，你
道这是谁留的吗？我们是高中同学吧。下一题。没有啦。简单的 Q&A， 1K Q&A， 希望下次是100,000。希望有一天，谢谢你们观看哦！啊，以后还会再分享一些极简的东西，期待一下吧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是来抽个奖。好，那我们来抽一个我非常爱用的水瓶 Kindle。现在趁粉丝还没有很多，赶快抽，就是比较好抽到。抽一位好了，帮我当一下企划。那在底下留言，你最想看我拍什么样的主题呢？那我们就在5月21号抽出一位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要明天见喽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